今日凌晨二时许接获报案，余霞内文德路发生打架案件。经警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未有打架情势，唯见两辆自小客车发生车祸撞击停于路旁，其中一方驾驶已离开现场。但经警方现场了解，疑似车祸其中一方正气男驾驶，80年次，无酒驾情形，稍早于附近路段与他人发生行车纠纷，已带回三人厘清相关案情。另一车驾驶刻意追车冲撞后逃离现场，目前正积极查捕中。本分局正持续扩大调阅周边监控影像厘清案情经过，以确认相关涉案人员，并已就办。